来，我欢迎收看《价值赢得之》。今天大盘指数跌了99点，这样的一个下跌，对盘势的后市到底好还是不好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的一个结构。整一个指数，记不记得在七月初，我说这边是一个右肩的一个买点，当时指数大概在7900，七月三号嘛。我说不管右肩右脚都是买点，当时候布局很容易赚到钱呐、啊。那最近盘是大概在8100来回震荡洗刷，那整个一个今天大盘不耐久盘，杀了快100点呐、啊。这边头肩底的一个颈线，那今天是一个回撤颈线很好的布局点呐、啊。哦，所以盘是每次的一个下跌，我说过，你看我的节目一定有收获，我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绩优性个股，趁着大盘重挫下去逢低布局。你有很大的利润，就如同我们在六月底七月初所告诉你的这一档川湖，对，这一档股票很棒的一档绩优股啦。我是如何运用反市场的一个操作带你买低点，6月14号达到200块钱杀下来，这是买点不是卖点，每年度第一季的获利数字大幅度的成长绩优股，你跟着来动作，我们给你的是相当庞大的利润，上去之后的回档来到221，下跌我告诉你是加码点，你看一下两次的进场点所给你的利润，今天的股价还原全值已经来到286了，买这边43%，加码点这边将近30%，如果到今天你都没有出场的话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独到的一个见解，所给你的是不是价值型投资概念的股票。6月14号，川湖嘛，对，伺服器滑轨的龙头大厂啊，我们都是做很绩优性的一个龙头个股了，所以整个一个川湖，在之前的一个动作，如果你没有来得及跟上了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今天大盘跌了99点，很多档股票很弱势，没有错，该弱的就已经弱了嘛，今天的一个下杀。只是一个加速赶底的一个作用。那至于有些股票在近期盘势整理，已经透露出筹码非常稳定的迹象，今天可不可以大胆布局？你要懂得转换持股哦。大盘指数在七月初那是一个右肩买点，下去买很容易赚钱了、啊。刚才讲过嘛，当时哦上去，对，300多点很容易赚。那这次呢？这次的回撤。什么样的一个个股值得你跟我们一起来投资？昨天告诉你的这台亚太电信，那这档股票呢，其实我已经观察它好久一段时间，在它还没有上柜之前，打底了半年的股票，它是4G概念股票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。对于整理的一个过程，在还没有上柜之前，我们对于它的股东的一个结构，就已经掌握很清楚的啦。所以为什么？在昨天没有上柜之前，我已经告诉会员，你可以去新柜那边先买，先买着等啊。来看一下亚太电信，它最大股东是谁？公营的交通部铁路管理局，12.16%。兆丰银行，公营的3.19%。那董事长是东元电机的，老牌字号的。所以对于这档亚太电信，它的一个赌。东的一个结构所造成筹码稳定的现象，是我们极力要推荐给你的一档非常具有爆发力的投资个股。等一下，我们继续来分析啦。所以这档股票，昨天礼拜一，亚太电4G概念股票市价要买进，就直接买10.23分。昨天的成交量7万多张，今天的成交量呢，几张？8万多张，量大好进出，又好赚，何乐而不为？所以昨天10.23分市价买进，当然一定买得到。昨天我趁它上去之后的回档，赶快布局。10.33分，16.2块嘛，所以16.5块以下都有办法成交。昨天的买的位置，买完之后尾盘股价拉高到17.75啦。电子计算机按一下，昨天你可以赚7%，昨天大盘大概涨个40点左右而已啦。
那亚太电信是可以让你马上现赚7%的一个利润的股票。那今天的一个亚太电信呢，怎么动作？赚了7%，马上就拔档吗？他今天盘中冲高到几块钱？19.8。如果你昨天16.5附近你有买的，今天到19.8，两成，已经20%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眼光没有那么短啦、啊。川普，你有没有办法赚到30%跟40%？股票的一个脉络，和如何掌握完整的一个大波段，我们会在30分钟的节目内容当中公开让你知道。所以今天的亚太电信，我们告诉会员，在四 G 的电信业者当中，其他三家中华电、台哥大、远传，股价最具有增值的潜力。所以今天在19:30、18.8以下都可以试驾买进。19:30试驾买的位置大概18.45、18.5附近。所以呢，上去之后的回档，今天再买。在做买进的当中，为什么说它最具有增值的潜力？那整个一个四 G 的一个概念，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嘛。从二 G 到三 G 到四 G， 这个所有的一个速度相当的快速，不管是你的一个电话还是下载，所给你的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系统嘛。那这种在台湾市场几乎是寡占的市场，因为没有几家可以得标，因为它要求的门槛相当高，所以我为什么要给你看亚太电信的董监股东的一个结构？因为它也是符合，到底符不符合4G的一个投标的一个门槛嘛？所以对这台亚太电信，在目前四大4G的一个业者当中，它股价最便宜。那未来它会不会赶上其他三家的业者？你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收盘价，中华电信收盘价94.4，台哥大106.5，远传电呢74.6，最低的远传电还有74.多啦。今天亚太电信收盘价18.85，只有远传电信的1/3，只有台哥大的1/6。那在这种寡占的一个市场当中，它那个筹码又那么集中啊，亚太电信筹码很集中啊。那你觉得这种寡占的一个事业，对亚太电信未来爆发力会不会产生它的一个增值的一个效果？股价现在才10几块钱，我认为很便宜，我认为很便宜啦。所以你看一下去年度中华电赚了375亿，台哥大赚了146亿，远传电呢赚了106亿，多赚100亿以上，多赚100亿以上。所以这个市场好不好赚？为什么那么多业者要去投标四 G？ 寡占，好赚啊！今天是周游谈的哦，所以我们要运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特性，来告诉你这档亚太电信真的可以一买再买。真的可以一买再买，所以今天的一个股价在涨多的回档18.45再买嘛，亚太电信呢19:34，对，在四 G 的电信业者当中，我认为股价最具有增值潜力啦，因为其他三家你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嘛，所以今天市价再买进，买完之后尾盘18.85啦，18.85。所以对于亚太电这档股票的，不管是它未来一个前瞻性，还是一个筹码的稳定度，我们所看到的是股价目前还在低档，还是很便宜。所以昨天你如果有买的16.5嘛，今天盘中高点19.8嘛，很快两天可以赚20%哦，相当迷人的一档绩优股。所以在今天大盘虽然跌了大概100点的一个架构，你或许会有一些颓丧，或许会有一些，没有信心、没有耐心嘛，因为你的股票可能是处于弱势边缘的一个架构，或是可能处于破底的一个形态，所以你会感觉忧心忡忡，所以趁着父亲节即将到来，同时，
我们所提供给你的父亲节感恩价嘛，我可以好好的帮你做一个调整持股的一个架构啦。我们给你布局的标的，当然还是高获利、高成长、高价值的绩优股啦。哦，这是蔡老师价值型投资八大要素秉持的一贯原则。哦，所以呢，父亲节这么伟大的日子，哦，在我们的一个文化里面，大家好像认为母亲节比父亲节重要啦。那我认为是同等重要。一个家庭组成的分子一定要有爸爸跟妈妈。哦，所以对于这么具有感恩的日子即将到来，同时以给我父亲的一个感恩的心态，我们要回馈所有的电视机观众，感恩价一定让你物超所值。我们要给你投资组合，当然还是高获利、高成长、高价值的绩优型个股，包括这一档股票，方正肿瘤设备大厂的一个生技股。我一再强调，右肩一旦确立，它接下来会走对称形态的一个走涨，左肩之前是下跌，右肩形成就会上涨。这两天的回档，赶快布局，赶快布局，不要再等了。股票的一个投资价值，买点浮现，通常稍纵即逝。今天大盘的一个下跌，像这种股票非买不可，这是我们提供给你一个操作策略，需要感恩价的，不用客气。需要蔡老师来帮你调整持股的，不用客气，打电话进来就对了。休息啊，再回来。民国55年，全台国小每班约52个学生，当时约20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人。民国101年，全台国小平均一班约25人。预计民国111年，约4个年轻人需抚养一个老人。随着社会的变迁，少子女化与高龄化已影响年金制度发展。谈及下一代，请支持年金制度改革。股市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，股市行情也在乐观中结束。股市获利造反有理，造反有利。人气我取，人取我气，赢家非偶然，获利要人帮。请拨蔡老师赢家热线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第一手资讯尽在亚洲投顾手机 APP， 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股市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，股市行情也在乐观中结束。股市获利造反有理，造反有利。人气我取，人取我气，赢家非偶然，获利要人帮。请拨蔡老师赢家热线02-2578-3777，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亚洲投顾2578-3777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。欧派亲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亲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宅用。吹气听，先用气听5分钟。欢迎来到节目现场。盘虽然跌了100点左右，可真今天还大涨了5块钱。老板出来讲话，股价表现就是不一样。这张股票在7月初，我告诉你多空转弯线没办法过，要卖。当时价位大概160左右，对，要出，不然会下来。整个股价就如同我的规划，一再往下做修正。对，7月5号告诉你再测试一次最好，结果它测试的过程当中破线。所以要买的再等一等，在7月22号，我还告诉你，反弹上来
大概在140要卖，不然它会再下。反弹上来140要卖，不然它会下，下来130左右。这7月22号对可成的一个规划，短中线画给你看，股价有没有同我规划在走？自己看一下，有没有来到140让你卖？有没有回撤130？所以我当时预估的可成低点大概就在130左右。这你看到的一个走势嘛。所以七月底129为什么会止跌？为什么会止跌？除了我之前规划的空间的一个修正波的一个价格在130左右之外，另外它出现一个倒状止跌反转的一个讯号。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两天大盘不是很强，可成连续两根红 K 棒，形态上告诉你一切。所以可成在目前短多的一个加持之下，这边有压力，来到压力可以先卖，等到它拉回将是很好的介入点。如果129那一天你没有买，可成下来是可以承接的，是可以买进的。这是我们对于可成未来股价走势所给你的规划，好不好？在股票要安怎走，你的做法就会较轻松啦。你若是唔知股票明仔载是起还是落，你就在懵懵懂懂啦，你会犹豫不决、果断不决，到底该买该卖，都在凭感觉，你的胜算相当低，因为你每天处在高风险当中。股票的一个市场，你说有没有风险？其实任何投资都有风险，这些大家都知道。那每天可以是涨7%，每天也可以是跌7%。如何赚到7%，避开7%下跌的风险，这是一门高深的一个学问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对于价值型的一个投资八大要素，你可以面面俱到。一档股票它的走势，你可以先规划出来，相信。高低点的波动循环，你每一趟都可以抓得很精准。翼龙电七月初告诉你破底就 gain over 会买买，所以当它破底的时候，对，真的要换股。那现在翼龙电今天来到一个波段低点，来到一个波段低点，今天爆出20000多张的一个成交量，近期的大量，所以翼龙电要止跌，明天要开高走高了。这是量价结构筹码的分析所提供给你的看法。明天只要开高走高，它就确立止跌，好吧？那万一明天开低走低呢？当然就没有止跌啊。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一个事情嘛。所以股票的一个架构，像可成、翼龙电，如果当时在高档。你听我建议，有先拔档，先做转换的动作，比如说去买川虎啊，这种肌肉性的个股，一来一往，那个利润差别相当大，因为一档股票是破底，一档股票是往上创新高，对，翼龙电今天53块钱是破底啊，2059的一个川虎，对，还原全值创新高，这样真的差很多啦。所以在目前大盘回撤那个右肩颈线的一个同时，你会心慌意乱，是因为盘不好，大盘指数下跌。但是明天就会不一样了。明天的一个大盘指数，它下跌力道一定不会比今天重。那有些个股今天已经开始浮上台面了，开始是一些类似领头羊的一个走势，它给你感觉。你要抓住那个脉动，他敢在今天大盘跌下来的过程当中不跌还涨，对，除了刚才讲的亚太电信嘛，今天大概涨了6%左右，大盘跌100点，他涨6%，那今天那个太阳族群表现也不弱哦，茂迪今天红 K 棒，那终结连7季的亏损，这是我们之前在提醒你的。今年太阳族群的一个下半年的业绩会比上半年好，今年度有机会由亏转盈，因为去年度是最惨的一年度。那茂迪今年度第二季真的开始赚钱了，
终结连七季的亏损，所以我认为下半年都会比上半年好。这种长线架构看涨的股票，随时要把握住切入点。新日光也是一样，今天一样红 K 棒啊，上涨哎。对，今年当然有机会由亏转盈了，下半年都会比上半年好。你自己看一下月营收的表现，你看，茂迪啊，五六月份营收跟去年比较，已经大幅度开始成长了。对，去年度的七月份下半年都还是月衰退，都是衰退的幅度啊。新日光也是一样，去年度的下半年月衰退都30几%，那今年度的六月份新日光的月营收跟去年比较成长快40%，所以数字很明显，你不要果决不前啊，都知道会起啊，你就不要因为大盘的一个下杀你不敢出手，大盘的一个涨跌有时候都是让你进场或是出场的一个很好的依据啊。比如说和泰车啦，上礼拜四打到330，我说此时不买更待何时嘛。记得上个礼拜五大盘开高走低，本来涨100多点啦，后来变涨40点啦。上个礼拜五啊，开高走低的一个大盘嘛，我说你要减码还是加码？我说你买在上礼拜四330附近的买点，跟买在上礼拜五344的买点。结果一定不一样，那种心情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性，你会成为输家。如果你上礼拜五344你去买，礼拜你有没有被洗掉？礼拜它跌1块钱了。所以我昨天告诉你嘛，现在和泰车的股价利润大于风险。为什么利润大于风险？今天它杀下来最低326，这是什么线？季线。之前四月份达到季线下去买，涨147块钱。六月份达到季线，你下去买，涨137块钱。这一次呢？这一次呢？会涨几块钱？把握一下，蔡老师给你父亲节感恩的回馈价。感谢我的老爸那么挺我，感谢我的老爸。从小到大，那么认真的教育我，让我知道要很负责任带好我每一个会员。你们那个资金有限，你们希望得到一个分析师很漂亮的一个见解，来带领你赚取每一档绩优性个股的一个利润。我很了解啦，所以反市场的一个心理操作，永远不会带你随便去追高。低点到了，投资价值浮现了，大胆跟我来进场。好吧，和泰车季线买点长黑提供给你。8月1号礼拜四，金可有没有带你买？548附近就可以买进，10点47分，49分还在546，当然在548以下，当然买得到，很容易的穿价成交。这8月1号给你的一个买点呢、啊。所以8月1号现买可以现赚23块钱，收569，546附近嘛，一个钟头让你买，569做收啊，10张23万，所以买完之后，你看一下，开始洗盘了，礼拜五洗了4块钱，昨天礼拜一又涨了5块钱，今天的一个金壳跌6块钱，我告诉你还会再涨，为什么还会再涨？如同我上个礼拜三所给你的看法。金可形态以及筹码的稳定度，我认为这档股票这次的一个走势有机会过593的高点，这是我的分析。所以对于现在的一个大盘回下来，回在那个头肩底的一个颈线嘛，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布局点啊。那如果你需要调整持股迎接新主流的，把握一下蔡老师在父亲节前给你的感恩价。感恩再感恩，除了对父亲的一个感谢之外，所有天底下的一个爸爸妈妈，我相信一个家庭的一个组成需要大家的共同扶持。你现在想要让你的手边的一个资金产生最大的一个财务效用，感恩节自己把握一下。
我们一样带给你高获利、高成长、高价值的投资组合的绩优性个股。希望在父亲节前夕，你能把你的持股调整到最佳状态，迎接未来本波段的一个主流。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梦想清单，江蕙的梦想清单很简单，徜徉大自然，天天山海河汤。竹围捷运站前水岸第一排，原力水纪元。我是江蕙，我在水纪元。股市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，股市行情也在乐观中结束。股市获利，造反有理，造反有利，人气我取，人取我气，赢家非偶然，获利要人帮。请拨蔡老师赢家专线02-2578-3777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。有资讯尽在亚洲投顾手机 APP， 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，02-2578-3777亚洲投顾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大户主力在哪里？主力筹码分析软体法拉利赢家能清楚掌握大户主力筹码，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跟着主力进出股市，轻松赚钱。赶快上网查询近日主力动向。最起听，先用起听五分钟。你知道吗？在台湾。